哦，哎呀，哦，有没有跳皮啊？哦，感觉快要累死了。今天那个成田机场啊，东京这边的那个风太大了。我妹住在这边，我妹呢，她说这边呢就是根本就是台风的那种风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飞机啊起降了好多次呢，才平安降落。所以哦，真的，因为太累了哦。我刚刚去便利商店呢，还是买了这些，看看了吗？买了这些哦，这是。今天晚上呢，在休息要补充的份，我看不到留言太远了啦。休息要补充的份，直接先开一个来客。这就是迪士尼的房间吗？当然不是啊，这是普通的房间。明天要早起，无法看直播，先去睡。好，晚安。糊糊的，应该不用用。这么近啊？不用用那个广角了吧？这样感觉比较近一点。等一下洗我，就是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，想要先去泡。他今天头超丑的。哎，你也马都吵了，我们。从早上，好，没有先讲，早上在机场，因为他比我高嘛，他平常我们都寄行李什么什么，走来走去，那时候我都没感觉，一直到要等飞机的时候，坐在那个等候的地方，一坐下来，我想说到底是哪个老人在臭，就是有一种以前你国中你最讨厌的数学老师的头的那种味道，有头老狼黑跟一点。发胶用品的味道，然后我就看那个他后面斜后面有一个阿公，然后在用手机，手机打字都嘎嘎嘎超大声，我想说应该是那个阿公的味道，就是很臭老狼嘿，然后想说好没关系，等一下就上飞机就不会闻到，等到上飞机那个味道还是一直跟着我，我就去闻闻看他，就是他的头臭，整天都飘那个头臭味飘到我鼻孔里，恶心。哪有？那我们刚刚在搭手扶梯，就一直争谁要跑前面，因为手扶梯要往上，对不对？风这样吹。假如说我现在是往上，然后呢，风这样往上吹，我的头位呢会这样子慢慢的这样，所以后面的人就会闻到我的头位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都要争上一个，而且他的头，你这样不搞笑哎？云屁，你不要节目效果哦。什么争节目效果？你这是吵架，你还剩我哎？都是讲。我头很香。通常呢，别人推荐的东西呢，我们都不会去，因为我们呢，旅行的目的呢，还是以我们自在为主，所以我们除非是真的有经过，刚好看到，然后就一定要去尝试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算了，然后我们不 care， 因为其实说真的，在日本哦这个地方，它有很多店呢，基本上它地雷店很少，就是我们来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吃。有啊，还是大阪。有一间那个超难吃火锅哦，对，那是在大阪新斋桥那边有一间，书上有介绍的一个火锅，不好吃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你可以去翻我们之前去大阪，我们有打卡，真的不好吃，我忘记，然后店员的服务态度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就只有那一次有吃过有地雷，但是其他都还好，这一次来哦，不管怎么样，十八岁的第一天了，我们这一次来不管怎么样。我会再去吃一兰拉面，不是说一兰拉面不好，一兰拉面超好吃，只是说每一个人来都一定要吃一兰，我会觉得有点无聊。对啊，我觉得日本有这么多好吃的拉面，不一定说好像看到每一个人的脸书或者是 IG 打卡，就是又来吃一兰的哦，我又来了什么什么。那我会觉得这样难得来一次哦，还是有吃过就好了。我想要换一点别的，所以就算有吃拉面的话，我应该不会吃一兰，因为。真的不是不好吃，我很喜欢一兰的拉面，只是说想要换一点新的口味，不要一直每次吃都是吃这一家，所以呢，说不定随便乱走，也有一些我们个人符合我们个人胃口的，符合我们个人胃口的那个拉面店，那也不错啊，就是又挖到宝。每次旅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旅行呢，就是在不断的寻找惊喜嘛。我们是用什么上网的？最后我们去台湾大哥大买那种网卡，这个我们去台湾大哥大买这个哈，是感谢有网友跟我们提醒，那这是给我们建议哦，这个是台湾大哥大的日本的漫游的网卡，相当的便宜，我个人觉得相当的便宜，
我们租蛋啊，租之前租那个蛋哦，什么那个蓝钻石的嘛，上面，他那个是要 WiFi 的蛋呢，他那个是要租要还，所以呢，等于是你租的时候呢，他要寄给你，然后你回国的时候要还他，那有点麻烦，但这个不用，这个易付卡呢，他就是给你一张卡，啊，这一张卡就599块。然后呢，你一开通就是像我今天在台湾的时候出发前我就开通，打他后面这个开通的电话呢，按通过以后他会语音，然后告诉你就按一，然后确定重新开机，你的手机就开通了。然后呢，他一开通以后呢，你就可以上，就可以有6天6天无限上网，还可以当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两只手机的那个两只手机互相 share 用，我觉得相当的方便哎。这个而且你也不用还，你回国以后也不用还，时间到了它自然就没了嘛，六天过后就没有了。你是不是说下次要用同一张？然后你下一次你还要再来日本，你也不用换卡，你只要直接打到那个或者是直接到就是去储值就可以了，你也不用换。所以这一张小卡不能丢哈、哦。你要丢，你下次再买新的也可以啊。哦、对啊，只是说他可以说你不用换卡，你下一次再去储值就好。真的真的，你也充，你看我带，我之前带分享器还要帮分享器充电，他会给你一整组的，所以分享器没电了就没有了。速度如何？刚在机场，刚在机场的时候速度真的很不理想，就是图跑很慢，但是到市区以后呢就 OK 了，速度就正常，就是我们两个这样 share 一起用的话，吃到饱，它是吃到饱的。然后才599，你平均算下来六天嘛，一天就是快100块，差不多100块吧，599嘛，六天嘛，对啊，算600块，一天就是100块的上网的费用而已，超级便宜。所以是自己手机的信卡换成这张就可以上网了。没错，对，没错。那是因为我有两只手机，我主要是用 iPhone， 然后我另外那个三星的 Note 5，平常都是拿来拍照跟画图用，所以呢，我就会把我的 Note 5，像我现在直播这一台就是 Note 5。我就直接插到在这个里面，而且 NoFi 它有双卡，它可以双卡双带，所以对，所以呢，我里面有两张卡，一张是我们之前去韩国的那个 WiFi 卡，一张是我们这一张的日本卡，所以很便宜耶，就是你599六天哦，4G LTE， 哇塞，什么意思？反正就是吃到饱，上网吃到饱，而且一张卡我们两个人用。那我们是几点飞的？没有，我们速度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没有那么稳，有的时候很好，像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就很慢，就传个 LINE 的图也是那种咚咚咚那种很慢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日本哦，其实可以几台用，我们就目前两台用，我们目前就我们两个用而已啊，是 OK。三台哦，这一台本身，然后我们。各自的手机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他那个留言写，台湾人旅行就是去日本，不会去别的国家。那我们还去过香港，我们有去过香港，去过美国之后，还会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。我是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日本，而且好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会你一定也会有疑问，我们自己也是。其实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我没有来日本？第一，日本那边很舒服啊，而且我喜欢吃日式料理。然后重点是，第一，我们语言虽然说不通，但是我们汉字看得懂，起码在某个层次上，加上我们人生就是我们夫妻俩的啦，就是我们去美国的自由旅行不要算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自助旅行的，我们两个的第一个自助旅行就是来东京，就是我们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两个第一次人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在我们自助旅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很多事情，是原来自己出来玩这么好玩。那当然呢，就像你小朋友在学走路，你在学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当你得到一个成就感的时候，你会很喜欢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很喜欢，之后就迷上了自由旅行，然后呢也迷上了这个地方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已经自己来日本、大阪、韩国三个地方，是我们自己用全程讲中文。对对对对对对 对。对，我们这一下飞机很后悔没有录影，因为大家都会问说你们去日本玩什么什么自由旅行，你们语言怎么办什么的。那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做功课，我们就一下了飞机，然后在那边想说，那我们要搭公车还是搭
地铁那种到饭店。我们上一次是搭地铁，但是从出站到我们拖着行李走到饭店要很远，然后说不然我们来看看怎么搭巴士好了，然后就看到那边写巴士，然后他就说不然去问问看，我就走去就真的跟他讲中文说，哎，我住在华盛顿，然后我想要搭巴士，可以到吗？这样，他就真的说哦，他就讲他就日文版的英文说哦华盛顿，然后他就开始找，然后找到我的那个班车号码，然后问我要几张，然后就说三千一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两张。这样就买好了，然后行，就是我们就说他就到六号出口，然后我们到六号出口，然后我去上厕所啊，公车就是巴士司机下来就帮我们绑行李什么什么弄好，就直接到了，完全没有讲到任何英文，也没有讲到日文，然后也没有很慌张，也没有那种就是拖太多时间。就是之前呢有来过一次，像我们第一次去年这个时候来，我们是搭高速铁路嘛。就是像是高他们的地铁，但是高铁是快速的那种，快速的高铁那一种，但是也是待蛮久的。然后不知道怎么买票，然后只上网说什么买企鹅，而且还一直狂错过那个班车，對對對，就是这一台我们不知道这一台就是，然后等到我们买好票之后发现，上一台是一样的，对，多等了半个钟头哈。对啊对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就是第一次嘛，然后到之后我们就比较习惯了，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来这边主要是休息。跟像他是因为喜欢迪士尼，他喜欢一些东西，所以这而且真的这个日本、韩国或者是一香港，甚至一些小我们目前去过一些地方，其实都还蛮好买的。但是就是看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像我觉得韩国不好买，是因为我对美妆的东西，我对服装没有什么兴趣，我就是吃而已。那东京日本的话，有玩具可以买。然后有很多星际大战啊，好吃的，主要就是这样子的，啊、对对对，就他可以买男生，就是英雄类的啊，我可以买女生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是说什么，或许你会看到很多台湾人都来日本玩，但是我是说真的，然后顺便来卸妆，真的好玩啊，对对啊，而且又近，然后整体的感觉又是不错的，又干净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不来玩的道理啊。对，那我们之后也是有想过说，就像刚刚林太太讲的，想要去香港，那再去那个澳门，香港澳门跟因为之前香港是跟亲友去嘛，然后这一次我们是想说我们自己去，然后是去自助，然后因为跟亲友去都是亲友请客，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可以，都吃太好了，都是吃餐厅，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吃香港的道地，像我个人超爱吃烧腊，我很爱吃路边烧腊，而且又很想吃香港的鱼丸，然后呢就鱼蛋，对，但是后来吃到我们最后姑妈煮的也好超好吃，姑妈煮最后我们要上飞机那天，对，就没有自己煮鱼蛋给我们吃，因为没吃到有点遗憾。也有人问说你们怎么一直常常出国，就是之前讲的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忙到翻掉的时候，你大家都在休息，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。那接下来又有芒果季又要开始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趁芒果要产期的时候赶快出来玩，不然我们之后没有时间玩的。因为忙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忙的，对，所以当然可以出来玩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反正刚刚说我要去洗澡，有一个留言说月底要去瑞士、德国，现在其实都蛮便宜的。送哦，好好哦，送哎，我可以瑞士哦。请问有推荐的旅行社吗？我目前都是跟五福旅行社订的，因为刚好就是从以前我都跟他订。家人都会跟一个订，那订到有点变成朋友了，所以后来我都请他帮忙我订机票什么什么的。迪士尼去乐园还是海洋？这次去乐园了，因为上次我们有去过海洋，他还没有去过陆地的。好了，今天直播结束了哈，也很晚了吧？台湾几点了？台湾过12点了。这边1点了呢。等一下洗完澡，我要来玩大农场。好了，那啊，对对对，大家有没有推荐？到底要不要买 iPad？ 只是为了玩手大农场？没有，我是叫他买 Pro 啦，这样我还可以画画，我还可以画画。好，因为 Pro 才有玫瑰金。
OK。但是我看又有 OK， 我要来洗澡，你跟他们。好了好了，没有，那我要整理整理，等一下也要洗澡。我要来跟我妈妈传来，叫我妈妈拍壮壮给我看。阿飘有瘦吗？没有啊，准备要开始胖了，怎么会瘦呢？明天直播见哦。明天应该会早一点直播，我们不会那么晚回家了。要直播了哦。好。拜拜，拜拜，还是你们要看他洗澡？看你洗澡吗？是可以的。要吗？真的？那我要先泡澡。嗯，哦，好啦好啦，那我先关掉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